刚才吓了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超。多大年纪啊？32。几年几月几号出生的？89年。回答我。89年。几年？89年。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不带的。嗯？不带的。没带的。家住哪里啊？身份证上面写的家住哪里啊？山西省泰国。嗯。东关。几号？你忘了？你查一下啊！你上网查一下。什么时间考的驾驶证？89年呗。89年呗。什么时间考的驾驶证？89年。89年。什么时间考的驾驶证？你89年出生的了？89年就考驾驶证了？不是。武旭东二了。那你告诉我这个证件从哪里来的？就是那个墙上不是贴的墙上有个小广告，哎，做找那个小广告做的，花了多少钱？100块钱。100块钱。你自己真实的驾照的准确性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